萃精髓，为您悉心传授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由功夫者品牌服饰独家冠名赞助的功夫者网络课程班，我是本期的主讲王学健教练。这一期我将为大家介绍两种摔法，他们分别是架两脚和里控制臂挡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，请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功夫者官方网站。如果您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和问题，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 QQ 群总舵和分舵进行沟通和讨论，也可以关注我们功夫者官方微信平台，那里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为您分享。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，下面有请我的搭档杨文轩同学和我一起为大家做动作示范。为大家做今天第一个技术，架两脚，大家请看连贯动作。架两脚，我们换另一个方向为大家做讲解。架两脚，我在与对手争抢把位啊，在摔法的不断进攻和防守过程中，带着对手的一只手臂，同时另一只手由下向上。大家注意看啊，我要控制的是对手的大臂部分，由下向上，向上架啊，向上捧，形成一个架梁的动作啊，类似于架梁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扫击对手的支撑腿，注意不是内侧腿，而是外侧腿啊，破坏对手的重心，破坏对手的平衡，迫使对手倒地。这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内容，架两脚。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第二个内容，里控制臂挡腿。大家请看连贯动作。对，里控制臂挡腿。我们还从这一侧为大家做讲解。对于里控制臂，我们之前讲过，我的双手控制对手的一只手臂，从外侧叫外控制，从里侧就是里控制啊。在争抢的过程中，先抢到里控制臂的把位，控制住对手，双手控制对手的一只手臂，这样我的力量是很有优势。然后呢，和刚才的架两脚一样，我们要用下肢去挡住对手的支撑脚，因为我是在对手的这一侧，所以我们挡住的支撑脚就应该是另一侧，挡住对手的支撑脚。同时我的重心直接向后倒啊，带着对手靠自己的重心带着对手向下倒，然后挡住对手支撑脚之后，对手没有办法移动自己的脚保证自己的平衡，所以对手也会被迫倒地。但是倒地之后，我并不能直接就倒下去，而是继续翻上动作，控用自己压制住对手。大家请看连贯动作，连贯动作啊，这就是今天的两个技术，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认真学习，注意安全，谢谢大家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，请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功夫者官方网站。如果您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和问题，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 QQ 群总舵和分舵进行沟通和讨论，也可以关注我们功夫者官方微信平台，那里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为您分享。